好，弟兄姊妹你好，系大家咧系继续咧慢慢食，慢慢听就得噶啦吓。咁或者我少少介绍自己啦。头先咧多谢 Isis 都介绍咗我，就退咗休啦。咁大家猜下我退咗休几耐？啱啱退休，好，系多谢你啊，系都系啱啱嘅咋，其实都系啱啱嘅咋，系。好，仲有冇第二个嘅猜啊？吓、啊？几耐啊？都系啱啱啊 ？OK， 好，多谢你。咁我开股啦。我如果到今年嘅八月咧，我就应该退咗休13年啦。系到今年八月，系哇咁啊！咁其实咧，我唔系好老嘅啫，我咧就提早咗5年退休嘅。我哋公务员警察嚟讲咧，其实系我嗰阵时系新旧制啦。咁咧，我就到50咧，我哋可以咧系退休吓吓。咁啊，正式嘅退休年龄系55嘅。咁眨下眼都10多年啦，呢10多年咧都感謝神啦，俾我有機會咧係繼續係可以服侍佢喺教會啦，同埋咧亦都喺警察娛樂團契咧係擔當一個輔導主任嘅角色啊。咁喺嗰度咧都係關心呢個警隊嘅同事同埋佢哋嘅家人嚇。咁我自己而家係一個家庭治療師嚇，咁亦都咧喺輔導嗰方面咧都係一路嘅學習。好，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嗰個題目咧，題目佢哋講咧就係當辦公室搞風水嘅時候。咁而家興唔興搞風水嘅？其實我因為我離開咧，大家啲辦公室都好多年噶啦，興唔興噶？興啊嚇，真係千年如一日嘅其實。頭先。你話啱啱退休咧，係啱啱嘅，即係喺上帝嘅眼裏邊10多年濕碎，根本都冇嘢嚟嘅，其實嚇。咁、但係咧喺呢啲嘅風水嘅事宜嘅裏邊咧，查實嚟講咧，真係好耐嘅嚇。咁我哋警隊咧，我自己喺警隊做咗32年咧，警隊咧就你估對風水咧重唔重視嘅？重視嘅，佢最重視啲乜嘢啊？拜關公係咁，有人叫佢關帝啦嚇。咁、呢個咧由我入警隊嘅時候咧，係到而家都仲有嘅。不過咧，就近呢10多年咧，係比較冇咁盛行。過去咧喺我在職嘅年代咧，其實好得意嘅，即係咧破到案又要拜关帝，破唔到案都要拜关帝，吓升级又拜关帝，不过唔升级佢哋唔会嘅，升唔到级佢哋唔会拜。咁总言之咧，就乜都要关啊，关二哥事吓。我1973年12月24日咧加入学堂嘅。我知道在73年12月咧，你哋好多人喺度系未出世嘅，你哋系未出世嘅，出咗世嗰啲唔使话俾我听嘅。啊，咁咧就查实咧，我加入警队嘅时候咧，我自己咧系未曾信主嘅。咁后来咧，我由警员开始做起，咁做咗5年到啦。我后来咧有机会咧晋升咗督察。咁喺我晋升嘅时候咧，我突然間，我嘅心靈裏邊覺得，即係人生係有咩意思呢？我覺得最重要嘅嘢，嗰陣時我未得嘅時候，我以為我得到啦。但係當我得到嘅時候，原來我發覺不外如是啫。咁所以嗰陣時開始咧，我就有接觸教會。有人帶咗我翻去教會，然之後咧，我就決志信主。咁信咗主之後咧，即係其實我信主嘅時候係我已經升咗級。咁應該嚟講，啲人咧有啲人話：，信耶穌咧就梗係你係咪有啲咩不得志啊？係咪有啲咩唔妥當啊？或者病啊咁樣樣？咁原來唔係嘅。其實信耶穌咧，每個人都不同嘅，有好多唔同嘅經歷嘅。咁後期咧，我信咗主之後咧，就有機會咧，我
嗰陣時我都做咗幫板未夠三年啦，我就自己申請調咗入去警察訓練學校嗰度做呢個嘅訓練嘅工作，因為我自己咧係都好中意做訓練工作嘅。咁我未升級之前咧，我都做喺嗰陣時有嘅少年警察訓練學校咧做過教官嘅。咁喺調咗入去嘅時候咧，有一日我咧喺嗰度咧裏邊咧就即係認識咗咧有幾個咧係弟兄。咁我哋都係有開始有定期嘅祈禱啊、分享啊咁樣樣。有一日咧，就有個同事咧就走嚟揾我。咁咧，咁佢咧就被委派，佢都係幫板級嚟嘅。佢係被委派咧，就係做咩咧？佢被委派咧係安排拜關公嘅事宜。咁啊做咩嘢咧？咁佢收錢啊，咁啊要夾錢噶嘛。咁啊，於是咧就我當時我又不以為然咁樣樣，咁啊咁啊夾錢，咁啊唔好失手勢啦，咁啊咁啊夾咗，我唔記得$20定$30嘅嗰陣時嚟講，咁我俾咗錢佢，俾咗錢佢之後咧，咁啊下晝同個弟兄傾開偈嘅時候啊，我話邊個嚟我話俾咗錢，不過我就都唔諗住去嘅咁樣。咁個弟兄聽到之後咧，佢就好。好认真啊，咁样同我讲，佢话弟兄，我觉得咧，我哋咧唔应该夹钱。咁跟住咧，佢就同我咧分享哥林多咧前书八章嗰度讲拜偶像、食偶像嘅食物，拜个偶像嘅食物。咁佢同我分享完，咁分享完咧，我心里边咧就有一啲嘅挣扎。有啲嘅掙扎啊，掙扎係咩咧？我話：咦，其實真係係咪真係唔應該咧？喂，錢啊俾咗人，冇理由咁衰仔噶嘛？話而家話俾人聽，喂，唔好意思啊，我唔參加回水咁樣，俾人感覺係點啊？嚇！不過我好孤寒啫，吝嗇啫，做基督徒你真係啊！但係另一個掙扎咧，我覺得又係喎。为什么我要参与呢？那些钱我给了他，我不知道他做什么的。他买元宝蜡烛香，他又拜，跟我的信仰又好像不是很对。经过挣扎又经过祷告，我想那个弟兄都有为我祈祷的。那我就真的跟这位同事说，他说哎不好意思。我刚才呢就跟人分享完，我发觉我们都不应该参与的。那我都想不夹啦这样。啊，咁呢個同事又好好嘅，佢話：哎呀，唔緊要，唔緊要，佢即刻咧俾翻錢我。啊，感謝神啊！心裏邊咧，即刻咧就有啲嘅平安嘅感覺。呢件事之後隔咗咧一段短嘅時間，咁嗰陣時咧，我大概信咗主咧係三年到嘅時候，信咗主三年到嘅時候，咁我有一日咧就自己有一個祈禱，咁我祈禱咧，我話上帝啊，我信咗你主你幾年啦，可唔可以俾啲嘢我睇下，認識你嗰個嘅大能咧？咁樣，我又係不以為然噶嘛。嗱，弟兄姊妹，下一次你咁樣祈禱，你小心啲啊！祈禱一個禮拜唔夠到，突然間好多嘅事發生。我教緊有一班嘅學警啊，嗰班嘅學警喺一個禮拜裏邊嘅時間咧，好多人病。入醫院，咁咧，我喺屋企食食下飯咧，電話就響噶啦。個班長打電話俾你，阿 Sir， 邊個肚痛？而家十字車入醫院，嗰、那個啊邊個暈咗？入醫院。咁其實嚟講咧，即係入得去訓練都唔係，即係操得都唔係好緊要噶嘛。係有冇？係咪有啲問題，弟兄？係咪有啲嘢？OK， 你哋交換戒指啊，唔係話喺度啊。OK。好，咁咧就我讲到边度啊？好多人入医院，好多人入医院。咁喺嗰个时候咧，就我都有啲心里边都有啲不安嘅，其实吓，即系咦，发生乜嘢事咧？跟住咧就有啲学生就同我讲：阿 Sir， 我哋个芭蕾房咧，我哋见到嘢。我说你看到什么啊？看到有些东西飘了。
個巴黎房咧，佢如果你哋有入過去參觀咧，警員嘅巴黎房咧，即係佢哋瞓覺休息地方，係分一塊一格一格咁樣。呢度擺床嘅，出邊有個大冷房喺出邊嘅。佢話佢見到咧有啲白色嘅嘢咧，咁一路咁樣飄入嚟嘅咁樣。咁佢話唔係一個同學見到，我話唔係咁猛係嘛？咁我開始咧嘅心裏邊咧係緊張嘅。我緊張到嘅程度咧，我入班房咧，我心裏邊係奉耶穌基督嘅名咧，我去嘅上堂，我已經去到呢個嘅狀態嘅裏邊。當時咧就有一個朝頭早上，有一個學生同我講，佢話：Sir，今朝咧我哋 four in 嘅時候咧，即係集隊嘅時候咧，有個女幫板咧話俾佢我哋聽，我哋嗰度有鬼啊，有污糟嘢。咁咧，佢提我哋咧要拜神啊！咁喺班裏邊，佢咁樣講。咁我話：哦，咁樣啊！咁咧，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咧嗱，信仰咧就自由嘅。咁如果你哋覺得你哋要咧做嘅嘢咧，我唔可以阻止你哋嘅。咁我話咧，我咧就係基督徒嚟嘅，咁我就唔會參與嚇。咁我就但系我又唔會阻止你哋去做啲咩嘢。咁嗰日佢同我講完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心裏邊咧就覺得咧，唔係淨係咧喺度等，我覺得我要做啲嘢。咁與此同時咧，又有一個同事咧係認識我嘅，佢就同我分享喎。佢話：喂，公 Sir， 我哋咧我都試過啊。我早幾年咧就喺嗰度教班嘅時候咧。我嗰班又是咁樣樣啊，又撞鬼，又病得好緊要啊！咁咧，我哋真係拜關帝啊！我哋拜完就掂啦，冇事啦，後屘咁樣。咁佢同我咁樣講喎。咁嗰陣時，我個心裏邊咧就好掙扎嘅。我心裏邊好似有個聲音話俾我聽咁：你拜啦，你拜就得噶啦。你拜完咧，你啲學生咧就平安畢業噶啦。咁我又不但止冇聽呢個聲音，我於是嗰日咧，我就揾我警校嗰陣時嘅同事幾個，同佢分享，我話我想祈禱，我請佢哋幫我咧一齊咧去個班房嗰度祈禱。咁我又話俾啲同學聽，我話有你哋有想嘅可以一齊參與。咁當時有三幾個同學咧。就一起參與，咁佢哋有啲係信徒嚟嘅，我知道。咁啊就我哋喺度圍喺度祈禱。當我哋祈禱嘅時候，我哋奉耶穌基督嘅聖名去將烏鬼趕出去嘅時候，一路禱告一路禱告，我突然之間我聽咗一啲嘅聲音。嗰啲聲音咧大概係咁樣嘅，大家就洗耳恭聽咯喎。好似嗰啲嘅錄音帶 fast forward 咁樣樣。嗱，我先至聲明，我呢個聽到聲音咧，唔係我心靈裏邊聽到，係我生理上我隻耳仔聽到。嚇，我講，大家有啲基督徒會明白嘅，即係有陣時我哋心靈裏邊有一種嘅微聲，但係呢個唔係，呢個係我耳仔裏邊聽到，咁好短暫嘅啫。咁啊，祈完禱，咁我問下其他嘅，你哋頭先聽唔聽到？佢話佢哋都聽到。祈禱完，下晝咧就我翻我寫字樓做嘢啦。我做下嘢嘅時候，突然間又有個班長走嚟揾我，喂 Sir， 啊邊個咧喺嗰個七級浮屠嗰度做？運動在爬緊繩的時候咧，爬下咧，佢暈咗，即係衰竭啊！因為嗰個 physical 太個 demand 太大，暈咗。咁於是我就走去到嗰度，去到嗰度啱啱十字車嚟，我睇住佢送上去。嗰陣時我心裏邊咧好難過，但係我心裏邊我繼續仰望上帝，我同神咁樣講。神啊，我仍然依靠你嘅，即或不然，求主帮助。
咁送咗去，其实佢冇乜嘢嘅，之后冇耐佢就可以出院。感谢神，喺嗰件事之后咧，一路咧，我嗰班学生咧就冇再入医院啦。佢哋咧又冇再话俾我听见到鬼啦。上帝嘅大能做咗佢要做嘅嘢。更加奇妙嘅咧，就系后来咧话俾我听佢拜关帝得嘅嗰个同事咧，我系邀请咗佢翻去教会嘅报道会，佢又决志信咗主，而家佢仲系同我喺教会嗰度咧，佢有侍奉。更加奇妙嘅咧，嗰个收钱拜关帝嗰个同事咧，我本来得罪咗佢噶，系咪？即系咧喺个心理上，佢觉得啲基督徒真系麻鬼烦嘅，即系俾咗钱嚟又要攞翻，即系吓，即系我猜想啦。但系十几年之后，感谢神，又有另外嘅弟兄带咗佢信咗耶稣，呢个系好感恩。所以有阵时我哋好惊咧，我哋咁样做会唔会我哋失见证咧？其实如果我哋按照上帝嗰个心意做嘅时候咧，神会有佢自己嘅时间同埋佢嘅工作。咁当然啦，即系我觉得我哋又唔系需要咧牙牙咋咋咁扮晒嘢咁样，即话不然啊，系点样啊？系顺从神，梗系唔会顺从人啦、啊。咁即系有阵时同人太过嘅对立咧，当然系出现问题啦。但系求主俾我哋有一种谦卑嗰个嘅心态，去彰显佢自己嗰个嘅荣美。好，我睇住时间嘅。好，跟住咧，我又想讲一下咧，我另一件事。咁啊，讲到咧，我喺都系我啲历史嚟嘅。85年咧，咁跟住咧，我已经做咗帮板6年啦。咁我咧就调咗入去。紀律這個 PTU 藍帽子咧就訓練，而家都仲有藍帽子噶，大家睇到啊。咁啊就嗰、那個訓練嚟講，對所有警務人員今日嚟講都係一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嘅過程。佢裏邊寫你嘅報告咧，係影響你未來5至10年你嗰個嘅晉升嘅。即係佢如果裏邊話你唔好咧，唔掂咧，這個人冇領導才咧。你都唔使諗噶啦，嗰五年你都冚埋本簿得噶啦。每年你話我唔想升級都得噶啦，嚇！即係你冇翻5年之後、10年之後咧，你唔使再諗嘅。咁其實即係相當之係重要。咁我咧就入到去受訓啦。咁我哋嘅受訓通常咧就係我哋由警司、總督察、幫板，我哋先入去咧，連埋警長先入去咧，係有一個叫做 Carter Course 幾個禮拜。我哋啲上有階級嘅入去訓練先，然之後幾個禮拜之後咧，就有警員咧係在一齊咧係受訓。但係咧呢個嘅訓練嘅裏邊，佢嗰個咧係有一種嘅習慣。當我入到去訓練嘅頭嗰禮拜之後咧，我就發現原來咧佢哋到第3個禮拜叫做咧我哋嗰啲 Carter Course 咧有階級完咗嘅時候咧，訓練完咧嗰、那個禮拜六咧，佢哋有一個拜關帝嘅儀式嘅啊。咁呢個係佢哋嘅裏邊嘅傳統嚟嘅，咁多年都係咁樣。咁拜關帝儀式咧，就即係我哋叫做一個 company， 所有呢啲嘅人咧，我哋就要去到當中。咁而且仲有論盡一樣嘢，去到當中咧，佢係要喺嗰度嚟宣布咧，我哋嘅組合喺未來嘅半年裏邊咧，邊個幫板搭邊個警長，係邊一個 platoon 邊一個小隊嚇。咁、好似係好 official 嘅嘢嚇，咁、但係咧佢就要拜關帝喺當中。咁我知道呢件事之後咧，我都叫啲弟兄姊妹為你為我祈禱啊，為我嘅信心祈禱。即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说不去呢，不要说拜不拜先，你说不去都很困难的。其实你说不参与又是，你说不夹钱又是很困难的。啊，就是呢，你那个行为簿呢，就在你的上级那里看他支笔怎样了的。啊，我就祈祷。那开始呢，去到差不多呢，就来最后个礼拜，他们就搞这个了。咁啊，開始叫到有人負責搞，有人負責收錢啦。咁啊，負責收錢個同事就埋嚟同我講：公 Sir， 大長話夾錢拜關帝啊。咁我話：哦，咁啊，
老范你话俾阿 Sir 听，我唔参与呢个嘅仪式，因为我嘅信仰嘅缘故。咁佢又唔敢同我讲，因为佢同我同级嘅。咁佢于是咧，佢就 OK， 咁佢唔出声。跟住咧，隔咗两日，个总督察嚟同我讲啦，即系咧高我一级噶啦。嗰个咧，我哋叫做咧 second two IC 啊。其实喺整个一年啊，大年170多人里边，佢系一个总督察。佢同我讲 ：Patrick，I respect 个鬼佬嚟嘅。我 I respect your belief，but you know 啊。咁於是佢又同我講咗一輪，咁啊佢都好客氣嘅。咁我到最後我都話俾你咧，sorry 啊 Sir， 我因為我信仰咧，我都係唔參與嘅。又俾個檸檬佢食，又隔咗幾日，個大隊長個老大老闆啊個警司，嗰陣時我係幫板，佢係警司，就同我講啊。跟住咧，咁佢又好好嘅，佢同我講，佢話 Patrick， 我都係尊重你嘅信仰嘅。嗱咁啦。你唔好夾錢，你唔使夾錢，你又唔使參加嗰個嘅拜嘅儀式噶啦。咁咧，你得嗰日咧，你就喺下邊，你做你嘅嘢食。咁咧，到適當嘅時候咧，到學校宣布嗰個嘅配搭嘅時候咧，你就上嚟鏡天，同啲同事啊，同啲同事咧 ，sorry。同啲同事咧就傾下偈就得噶啦，因為咧個組合已經形成咗啦。咁呢個上級都相當之好嚇。咁我仲有冇理由 say no sir 咧？梗係冇啦。咁我就 thank you sir 啦嚇。到咗嗰日星期六嘅朝頭早，咁佢哋就開始佢哋喺上邊嗰陣時嘅藍帽子嘅基地咧係有一個斜坡嘅。他们乾天拜關帝在上面，我们呢幫板級的officer mess， 即是吃飯的地方聚會的地方在下面来的。那那天呢我就去到吃飯的時候，他们搞那些我就去吃飯。那我去吃飯呢就去到個 mess， 我擺低你冇除，跟住那個負責煮飯的那個他说：咦阿 Sir， 今天为什么你来这里的？你们不是拜關帝咩？这样。我話唔係啊，我唔拜嘅。咁於是佢誒俾嘢我食，咁啊食到一半到咧，咁有一個警長落嚟咧就揾我，佢話阿 Sir， 大隊長請你上去啊。哦，我話即係佢哋搞掂曬佢哋啲嘢。咁於是我攬翻我自己嘅皮帶啊，戴翻頂帽咧，咁我一路咧就操上去，因為我哋受訓期間我哋都係操。当我一路操上去的时候，其实那班人已经在外面喝着东西了，聊着天的。我一路望上，一路望望呢，蓝帽子校长的总警司在这里。我的顶头大佬又在这里，那些副校长又在这里。我一路操上去的时候，那班人的眼神就哇一路这样望着我。一路望着我，我走到这么上下，我一望望他，跟着呢Good afternoon, sir。咁跟住我就俾翻个礼佢，咁我就照直行，行翻去我哋嗰度。都感谢神。喺嗰一刻嘅时候，虽然好似紧张，但系我心里边有平安。神系应得佢应得嘅荣耀。我心里边好平安，好平静。于是同我班同事咧就倾偈。喺受训嘅期间。咁我有冇困難呢？都有嘅。啊，有一次咧，我同我嗰、那個就係落嚟叫我上去，其實咧佢係我嗰個嘅助手嚟嘅，編排咗。有一日咧，我見到佢咧愁眉苦面啊，佢叫做阿輝，我阿輝你最點啊？你好似好唔開心喎咁樣。咁佢又唔出聲。咁我問佢阿輝係咪因為我？唔拜關帝，有好多説話俾你聽啊！啊，咁佢又唔出聲，佢少少表示啊。咁其實我心裏邊係難過嘅，因為咧，其實咧嗰啲人咧，即係講嘢咧，又唔係一定係，其實嗰啲人對佢冇乜影響。不過咧，啲人咧啲説話咧係會一定會咁樣講嘅。我就同佢講，我話輝，你唔使擔心
啊，你的报告呢就是我写的，啊，你做好你就得了。咁佢当堂精神晒啦，系咪？啊，咁佢真系做得好好，啊，我又写得佢好好，佢之后好快升级。当时我都唔记得有冇咁谂，但系我知道我嘅报告系边个写嘅，我嘅报告系天父写嘅，所以当时嗰个嘅训练咧。做咁样咧，我哋就 一步一步咁样去。有一次咧，我哋去做一个 exercise， 我哋有好多嘅演习，我哋要做嘅吓，呢个系训练嘅过程。我系要做一个挟持人质嘅一个嘅 exercise。嗰日咧，我系负责做大佬，因为我哋一撇咧就一个小队咧有两个帮派。嗰日轮到我做，我负责。当嗰个啲教官话俾我听，你个个案系点样样？而家你要做啲乜嘢嘢？啊，你个人质而家有人挟持咗，你嘅工作就系去围住嗰度 cordon 咗个地方，系确保咧冇人进入去，亦都冇人有可以咧走到出嚟。啊，咁当时我哋听完嘅时候咧，我哋就俾一啲嘅训令，我哋下属点样安排，点样做嘢。在个心里面突然间有一句经文呢就走了出来，那里呢是出埃及记十七章十节，就是讲到摩西和亚玛力人 打的时候、约书亚就去打，摩西走了去哪里？记不记得？啊，摩西走上山祈祷，啊，如果你记得的呢，他手几时软呢，就树几时举高就赢了嘛。咁我突然间有一个咁嘅经文提醒我喺我心灵里边，咁于是咧我就带住两个下一个下属，咁我因为我系做一个 command 嚟嘅，即系我要发号司令，我话你跟我嚟，咁于是咧我就揾到个高地咧，我同佢就上咗山，我一路喺山上边咧，我就一路咧系发号司令，指示点样做。叫啲咩人？但我心里边咧有一路嘅祷告啊！咁当然咧，我当时冇举手祈祷嘅，我心里边祈祷啫。如果我举手祈祷，我同事哇傻咗你，我又冇，因为你做嘢啊嘛，嗰阵时唔系翻教会啊嘛。咁我心里边一路祷告，求神帮助。咁那个演习一路做一路做，做完个演习之后，都好顺利。不过我估唔到，后来嗰啲嘅教官佢哋传翻翻嚟，我哋收到嘅消息话呢个嘅 exercise 有开始以嚟，我呢一撇系做得最好嘅，感谢神。其实我知道唔系我好，我都好疼嘅，不过可能我攞咗个高点。第一个高点就真的做这件事是需要在一个高点那里指挥。第二个高点我是站在上帝的位置那里，他的恩典给我在一个高点那里。这个才是上帝的主意，他的恩典在我身上。到毕业了，我也都很感恩的有一件事，就是我哋四个 platoon 咧，其实咧所有嘅帮板级咧，其实喺呢一个嘅训练里边咧，佢哋最想得到咧系攞咗一个叫做 best platoon 奖，最佳小队长。最佳小队长咧就系反映呢个嘅帮板咧喺呢个小队里边咧系有最好嘅领导才，同埋咧管理指挥各方面。感谢神咧，我同我嘅拍档咧。是估不到会拿了这个奖的。这个我只能够看到，这个是完全是上帝那个的恩典，不是人。我的能力呢我都是很平庸的。所以我看回头的时候，其实当我进入去这个训练的时候，
我的信心都是软弱。感谢神，有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的信心祈祷。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查实夹不夹钱去一去有什么所谓啊，我不上香就可以了。有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甚或有教会的有一些牧者有时候和一些弟兄都可能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我因为遇到有好的弟兄，他跟我查经，跟我分享，他跟我提醒，他知道神的心意，希望我们所作的应该是什么东西。神的恩典是足够给我们信他的人。到讲回我跳远一点了，跳远一点就是一去到我差不多到最后我在警队工作那几年。咁咧，嗰陣時咧，我有個上司，咁啊，佢咧就都係好信嗰啲嘅風水啊，好信嗰啲即係道啊、佛啊嗰啲嘅嘢嘅。咁雖然咧，佢都係好叻嘅人嚟嘅，啊，咁我又有一次有個機會咧，同佢傳福音，同佢傾福音，咁佢都係唔信嘅。後來咧就經歷咧喺工作上咧。是有一些困难和打击。那我作为他的下属呢，其实我都识他很久。我呢就所作的就是支持默默的帮助。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跟他有倾有讲。有一次呢就还经历呢，就我们有个同事呢就自杀过了身。在他过身之前呢，我这个老细呢还送了呢一啲唔知咩，我唔知係咩嚟嘅，即係一啲嘅一啲嘅經文，係一啲嘅物宗啊嗰啲咁嘅經文嗰啲嘅盒，佢唔知喺邊度求翻嚟，就送俾呢個同事。其實佢都想佢好嘅。咁後來呢個同事都最後咧，佢自殺咧係過咗身。咁我呢個上級咧就即係。在工作上有很多压力，有很多的困难。咁好奇怪喎。我跟他讲福音呢，他又即是有时不是你不是太过方便成日讲福音的嘛，都是适可而止的嘛。咁他有一次有机会呢，他说呢，我将个车揸个车去整啊。那个老细那里呢，他们开查经班喎。车房开查经班。有没有听过你们啊？冇聽過啊！而家冇啊，舊底有一個豐盛咧，又係整車嘅佢哋。咁嗰陣時咧，佢嗰個應該係喺碗沙街裏邊。咁於是咧，那個老細同佢又 friend 嘅喎。咁佢話呢個老細叫我坐埋去查經啊，嚇幾得意喎！咁佢又坐埋去同呢個咧車房嘅老闆咧查經喎。咁查下經咧，啊佢好似咧有啲轉變。咁跟住咧我。就索性叫佢，不如咁啦，你翻我教会啦，我又带你翻去教会啦，又崇拜又剩，啊感谢神喎，佢又话去，啊咁啊，后期咧佢喺我教会嗰度咧，亦都系咧受洗咗。最奇妙咧有一样嘢咧，有一日咧佢突然间咧，佢叫我阿公你过嚟啊，咁我去写字楼啊，咁跟住咧你估佢咩噶？喂，嗰度有。有嚿嘢，咁我打开嚟一睇，系一尊嘅佛像，咁大嚿到啦，系一个佛像。我唔知佢成嚿定乜嘢，不过系金色嘅，好似系烫咗金咁样啦，或者。但都幾重手嘅，佢話 Patrick， 你同我搞掂佢啊！即係佢叫我處理咗佢。咁於是，我心裏邊就奉耶穌基督嘅聖名咧，我就拎走咗佢。跟住咧，我就拎咗去垃圾房咧，奉耶穌基督嘅聖名咧就抌咗佢。咁就事情就辦了啊！
冇咩事发生啊！感谢主。咁我感恩嘅地方就系咧啊，一个由一个唔一个信其他嘅嘢嘅人，去到转去信耶稣。喺信耶稣之后，佢将佢我估个旧嘢咧，我唔知佢边度嚟，我都冇再问佢，即系值几多钱咧，我又更加无谓问佢，费事我贪心。啊！不过我就同佢处理咗，就算数啦。啊！但系咧，我叫感恩就系上帝嘅灵原来进入我哋人嘅心嘅里边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改变我哋，系改变人心嘅。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咧，系我人生嘅里边其中嘅好几段嘅片段。但系咧，我想讲再分享多一样嘢咧，就系、是。原来我哋信嗰个嘅上帝咧，系嗱，我系做训练嘅人咧，我就今朝我祈祷嘅时候，突然间咧，上帝咧就俾一个嘅概念我。其实咧，佢系一个好好嘅培训师嚟嘅。我睇翻头先我嘅经历咁样样，其实咧佢系逐少逐少咁样样训练我。系啊，起初你开始学习。是怎样拒绝拜偶像，跟着你再学习在你的仕途，关乎你生死仕途的时候，你要更加的依靠他，跟着再一些这样的学习，让我们去成长。我们的上帝很厉害。我知道在座咧，你今日咧就呢度应该系呢度冇警察嘅，应该有做过警察，我唔知道啊。可能喺你哋嘅工作间有好多唔同嘅信念，你老板可能信唔同嘅嘢，你下属都可能信唔同嘅嘢啊。咦，买条六合彩啦，咁样真系。咁啲學搏一搏啦，咁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令到我哋心喐嘅嘢。但系咧，我想同大家讲，依靠上帝，依靠耶稣基督，因为佢个名系可信可佩服嘅。愿一切荣耀仲赞归翻俾我哋嘅上帝，多谢大家。